么赶紧。祝你开心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橘子妹妹和阿果现在已经在那边存钱了，我们在停车，然后停完车了，听他们说很想吃汉堡，没吃过，那今天我们请他们吃汉堡，刚好我们也没吃过，走了，汉堡店走起，好久没吃了，今天吃个够。谁的帽子啊？我的，我放车上了。你右脚一个，还有呢？哦，这个套餐也要，刚才那个取消了哈，那就这两个都要。嗯。喂，刚才那个手环戒还要吗？啊，小海。那个小姐，嗯，手环戒还要。刚才你点了一只小手环戒，要吗？睡觉了，我手臂吃。啊？我手臂吃。随便，你看你想吃什么。橘子妹妹吃那个炸鸡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久没吃了吧？没吃过。好，等一下多吃点。好。来，阿果坐。不会的，谢哥，嗯，今天吃汉堡能吃得惯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等一下多吃两个。OK。你咋不吃汉堡呢？我吃鸡。吃鸡，今晚吃鸡，大吉大利。怎么吃鸡的？一玩游戏啊，吃鸡。玩游戏吗？你笑啥？你是什么？是吃饭的，不是玩游戏的吗？是什么？鸡腿，好，今天鸡腿交给你了啊。徐子，刚刚那个钱存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啊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吃点汉堡啊。好的。自己把手洗干净。真乖。这里拍这里。我不喝。是多个男生出来的，你不是哈哈哈哈。我喝。我也是。喝。你们喝。你们搞这么多，我不喝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叔叔送你了啊。啊，打个招呼。Hello。你们我来我来不弄死了，我来哇，这个动作好潇洒，帅吧，帅，好，再来一个，我来好哥，谢哥，嗯，谢谢，哇哦，好的，哇哦，吃吧，干，吃鸡，
哇，好大一只啊！哇，我的手都大了。你该笑的。太小了，龙哥。什么太小？这么大的？有那么大的吗？别逗我了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我来问问。啊，大口吃鸡。学我，看我。哎呦我去！这可学他，别这么斯文。谢哥，你，我吃这个。哎，你看你低调的，哥不够啊，又夹了点啊。还有个汉堡。我吃了一个汉堡，好久没吃了。不吃。来，一直吃饱，这都吃了两个，你不行，这东西吃不饱的，我吃了两个汉堡，我吃20个都不够，太饱了，这个给龙哥吃，给宝哥，啊，给我吧，你抢来抢去的，给我吧，我也不吃汉堡，我吃，小海，小海，龙哥是不吃汉堡，他吃鸡腿，小海，宝宝吃鸡腿，我想吃鸡腿，我吃过了。来吃个这个叫啥东西、啊？粗粮，不过他们估计经常吃。你们应该不喜欢吃这个芋头、啊。要怎么样啊？在你们家有吗？有，但是不是这个色。油要吃一个尝尝。紫薯是吧？尝尝。喜不喜欢吃这个？不是紫薯吗？不是，喜不喜欢吃？我妈喜欢吃。你喜不喜欢吃？你不喜欢吃是吧？他吃，确实喜不喜欢吃？他吃，你不喜欢吃，让我吃。来。谢哥，谢谢。哇，可以。龙哥，你看宝哥吸口气。我来表演一个气狗宝给你们看啊。呜！哎呦我的妈！宝哥，你悠着点。多吃点啊！干杯！大口一点。我感觉不是很好吃。鸡肉嘛。但是我饿了，我啥都吃。我也饿了，啥都吃。那还有，别急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来吃鸡！怎么跟你？耶！你怎着？耶！好的，但他听不懂。对呀，反正他听不懂，然后你们笑一下。好不吃。别玩吃鸡了。没吃。吃着玩。吃鸡。我靠，这么大玩意。这个要配上一半。哇，你搞那么多了。这样拿着方便。这个可以吃。鸡条。到处。哇！啊！炸鸡比较大啊。那炸鸡大一样的嘛。一样的吧。是吧？味道比你那个鸡好吃。结束了吧？我的。我一米多，不喝了。我去。鸡腿搞给你姐。弟弟找给你姐姐，好，你去走。来，怎么给你？开心快乐啊！永远带给你。弟姐姐真好，姐妹情深啊！对，姐妹情深。来，兄弟情深。拜拜，怎么给你？祝你开心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你家你认账，这夜缠绵。
可以，刚哥一起。哎呦啊！他能吃十个，你信吗？真的，他可以吃十个。有一个那个条什么条？第五个了。十五个了。第五个对他来说。你要吃了一个，五十个鸡蛋都能够没问题，就算啥。这什么意思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再吃，我只吃了。你也吃饱了。这就吃饱了。啊啊，阿果。吃饱了。你把这皮先给他，他吃。不是，不是，真的，你先给他，他你把皮先给他。这个皮，你这个皮好吃。不吃了，这个不吃吧？哎，必须要吃，给面子，这样来吧。没有水泡，没有水泡。我看你老早就盯着他看了，不好意思是吧？不要这样子。难怪皮肤可以啊。嗯，皮肤可以啊，就是吃的啊。你怎么喜欢吃皮？你为什么不喜欢吃皮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皮有嚼劲。不知道。你别干这事。羡慕。羡慕的眼光。好了没？没。再给你来两只。真的。再搞两只。美女，再来两只。那么好。真的。那么好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。你这个。吃饱回家。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。走。哎呦我去。到了啊，把他们送回去，行不行？慢点啊，你来，我来。哟，可以啊，这身子，没事。走了，来了，注意安全，快点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，你进去吧，太难了。